啊，咱张秘书先生，啊，佮咱太太吼，真正非常的辛苦。咱先来感恩两位感谢一下好不好？真正非常辛苦。啊，因呢，因负责咱土库店17日吼的乐龄洗头，啊，所以真正吼，拢安尼四处去奔波，吼，咱特别感谢。啊，今仔日嘛非常感谢咱黄老师吼，咱的黄老师吼，甲咱黄老师感谢一下吼。伊不但嘞，每次咱的活动，伊拢负责来甲咱牵扯的对啊。啊，今仔日嘞，特别邀请咱的朱县长，特别邀请咱黄老师吼，啊来甲咱做一个学习。阅读增智慧，好、哦，这个课点，好，感谢了，非常感谢。阿娟姐，谢谢，那我先暂时啦，感谢者哈，那我老师感谢者。啊，再来要特别感谢咱乐龄所有的这团吼，咱所有学员，真正无简单啦吼，真正无简单，因为咱活动这所在嘞，啊，长期来吼，一寡跩年纪较济，伊拢较保守，较保守吼。啊，本来我嘛想讲透过咱。各位学员啊，敢尽量加召唤出来嘞，吼，因为过来啊，咱啊即群较年纪较济，70几、80几岁吼，拢行得出来，拢行得出来吼，啊，真正咱尽量加鼓励，啊，咱的场所啊有较矮，有较矮吼，所以要对大家学员吼做抱歉的吼，啊，过来要感谢咱这个张经理吼，咱阿南妈吼，啊，佮。两位学员吼，住伫光明路这边，啊，过来参与咱活动目前，真正吼，因就近啊，过来参加吼，我本身吼，真正足欢迎的，足欢迎的吼。咱中正那边也有愿意要过来参加吼，随时拢欢迎，随时拢欢迎吼。啊，这次了母啊母亲的表现了真正非常好，吼，表现了非常好。咱因咱这次的无私的爱，无私的爱吼，最主要是讲。一个家庭内底，啊，单亲的家庭，啊，产生一寡家庭问题、社会问题出来，尤其嘞，有时啊，阿孙的饲养苗，啊，拢去学食土，歹人看去，歹人看去，啊，产生嘞一寡社会问题出来，啊，所以，因这个无私的爱，经过由咱的庄老师吼，伊来编这个剧，编这个剧。啊，所有参与人员呢，拢演了非常的好。不管讲演谁阿孙呢，大阿孙呢，啊，搁咱这诈骗集团呢，跩成员呢，吼，包括我诈骗集团的老大吼，真正骗500万吼，真正非常欢喜，感谢。无开张，无开张啦，结果吼，警察来对啊，查我，我持刀飘飘，你知无？吼，所以吼。歹人唔通做，歹人唔通做，最主要，吼、哦，要唤起讲这个社会已经做大了啊，这个社会已经做大了，啊，大家共同来为这个社会，这个来做一寡工作。所以我感觉咱即阵演这个无私的爱，真正非常的有意义吼、哦，非常意义。我听阮的李干事安尼讲吼，讲公所内底职员呢，有诶讲看感动到拢流目屎出来，吼、哦，真正吼、哦，应该有可能啦。应该可能吼，所以这次嘞，我本人来感谢所有参与的跩店员吼，啊嘛感谢咱义工乐龄社团，义工乐龄社团吼，非常感谢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再一次感谢咱朱县长跟朱县长夫人，谢谢多美芳老师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感恩啦吼，谢谢。